我们接到邀请函了吗？还没。还要继续努力，当然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说寻求更多的里面三线的国家，然后能够来协助我们做帮忙做争取。那台湾的是整个国际卫生体系中间不可或缺的地方，很多国家都认知到这一点。在我们在 WHO 收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被忽视的一个不公平待遇，那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些友好国家的努力能够来让我们有更多的这个国际参与。加拿大牛进口在疫区为什么还要进口？还有有需要再通过立院吗？还是下半年就可以直接进口？我们现在预告当中预告之后的话，那应该是可以开放进口，因为加拿大的牛肉应该是将到这个风险可以忽略。市长，我看郭董说他上任第二天就要检疫高端，说这到底藏什么？第一个那个高端在价格方面他已经事先公开了，那第二个的话，那我们尊重各界的这一个意见。